现在的人现不现实呢？我觉得要看什么人了、啊。先说一下关于我所认识的朋友了、哦。女孩子，其实很多人说啊，女孩子很善良啊，啊，很体贴啊，其实都有，不要说没有，这些人会有啊。但是我所遇到的可能就是比较特别一点。我就先说第一个了。第一个呢，她啊比我小几岁。有一次我们就去，打算去一个工厂，那么那个工厂呢我是没有去过啊，然后我是希望说带我的家人去一起出来，然后他就说你不能哦，你不能带你的家人过来哦，我就说为什么呢？我都没有来过，我跟我家人都没有来过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出来呢？难道出来见个面吃东西有什么问题呢？他说不能，然后我就问他。如果说是你的家人呢？他说我很少跟我家人见面。那么他几天前其实才跟他家人才去供晚餐。那么你可以接受你的家人出来吃东西，为什么你不能接受别人的家人呢？难道别人的家人不是父母吗？只有你的家人是父母吗？只有你家人是最重要的吗？别人的家人是废物吗？那么原本我打算说想要进一步发展的，但是我听到他这样子说，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太过火了，哎呀不适合。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不了解我经历过什么东西，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经历、哦、你不能说可能有可能你的经历比别人比较辛苦一点，他只是顾虑到自己的感受。到最后我也是没有跟他见面。然后第二个这个朋友呢，他就比我大几岁，然后这是第二个 case 啊。第二个 case 呢，不到两天那个女孩子她就问我啊、刚她就问我，如果我有看到一间公寓啊，你觉得你有能力买吗？其实这问题就在于你能不能买，而不是我们能不能一起买，啊，能不能一起供这个产业？我们男生或者男人，对我们如果要建立一个家庭，我们是需要有一些东西来做啊 backup。难道买产业这个东西就是男人的责任吗？难道一个家庭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吗？难道你没有责任吗？如果反过来，由我来问你，你能付得起吗？你会有什么看法？当你在要求别人的时候，你也想一下别人会怎么要求你。因为现在是男女平等嘛，你们要男女平等，买东西这个过程你们也是要承担的、啊，可能。男人可以分担比较多一些，男女孩子可能比较少一些。我是鼓励女孩子有经济独立，但是经济独立不代表人家要奉献人家的所有的东西给你。当然比如说你要有你的私人空间，同样的我男人也是一样、哦、个人有个人的空间。那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要求别人呢？包括我有在网上看到有一些人啊，三分钟啊打这个简讯微信给你，你需要回复啊，买东西你要在10分钟里面去到他家。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的话，那么他们有多少时间来做自己的东西呢？包括工作，有些东西我们做得到的我们就尽量做，但是不是说这样的要求。你同样的道理，你再想一下，如果别人这样子要求你的话，你会有什么看法？大家将心比心，你要求别人，别人其实也是会要求你的吗？在印度他们知道女生是要给嫁妆给男生的，而不是男生给女生的，但是为什么他们就是各自承担啊，负担一些
费用，他们就知道大家都是打工的，都是做工的，也不容易。如果我能够分担的话，其实是一个好事。如果那个人不在乎你的话，你什么都不是。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，只有当那个人在乎你的时候，他才会为你着想，他才会关心你。你看一下外面的人有几个关心你的，好好想一想。我们下期再见。The Baba.